狗狗装放狗，超可爱啊！想有多啲亲切感，唔一定要咁辛苦主人嘅。哎呀，你好乱尽啊！你成日都呢条声，你系咪带我出去散步嘅啫？等我饮多两啖水先啊，一阵又派你跑喎、啊。你高死我啦！你行慢啲啦。你冇睇错啊！呢只住喺台湾台中市嘅金毛仔 Money 负责放狗噶，主人每日一准备帮柴犬带狗绳，侧边嘅 Money 已经超兴奋啦。点解？因为系佢帮手放狗噶嘛。两年前左右吧，发现他，我们遛完大的，哎要遛小狗的时候，他会咬他的绳子去遛，我们还在要跟着，要不然怕他跑出去。佢好醒噶，玩够仲识得翻屋企添。Money 而家成日巴住条绳，唔俾主人攞翻，唔知系咪自己放多啲亲切感咧？主人，你唔好挂住讲啦，你都要开门先得噶。其实你两个感情咁好，下次试下调转啦。但系我冇佢咁大只咧。